这就是我要的员工。Yes， 耶耶耶耶耶耶！哎，老板，等一下，等一下，老板，我们聊一下，老板叫 Andy。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22 years. 22 years. Yes. Oh, you must be Taiwanese right now. 一般的。所以你的国语是很棒的。啊，可以说啊，对 ，OK， 很不到。但是呢，台语呢？家婆，但是也要公淡薄啊。不太懂。OK， 所以你是在这边当时是留学来的吗？哎，对，留学、学生，学生的时候来。嗯，对。然后学生的时候是不是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台湾太太？很多。后来就在这边结婚生小孩。对。哦，然后定居台湾。对，这样子。这个餐厅开了多久？快18年了，也18年了，18年。所以你等于是读书完就马上开餐厅。对。而且你在这边开的印度餐厅，为什么会来这边呢？最主要是我在这边吃过你的菜以后，让我非常的惊艳，完全保有了印度菜的特色。对。所以我今天想来这边呢，跟你学习，好，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当你的员工。可以开很多间呐。可以开很多间吗？对。OK。我们店的名字叫做印度风情。对。老板的渡选用的是那个渡船头的渡，这是酸民给我的。啊，酸民，酸民的那个师傅跟我说，如果你写这个渡，哦，是算命的，我以为是酸民的师傅，我以为酸民还有师傅啦，真的是这样。哦，算命师傅跟你讲，要用这个渡，对，这个渡是表示说你远渡重洋而来。对。哦，这个好，那我们现在今天就是要来好好的学习一下印度菜。好 ，Check it out，Yes。大哥，我听说是这样子，印度料理最重要的就是香料，香料是非常重要的。我跟你讲，几百种香料，真的。但是我们今天是浓缩再浓缩，先浓缩20种给大家认识一下，平常常常会听到的一些香料。那不然这样的话，我现在请老板从这家店里面最常用的香料随便讲一个，看你认不认出。好，绿豆蔻可以闻吗？可以吃，甚至可以吃。绿豆蔻，顾名思义，它一定是绿的嘛，所以我们要先从绿的开始找，这个绿的吗？对。你不一定要讲说抓呢，因为印度有时候摇，他说可能是或者不是。当然不是这个嘛，不可能是这个，绿豆蔻。老板。不是哪一个才是？第二个才是对。那我刚刚指这个的时候，你干嘛哈哈哈哈叫什么意思？不能放得住。对，那叫凉啊。哎，的确，感觉有点像命。对，命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它有没有什么功效？你的那个嘴巴的牙齿会比较硬一点啊。但是有些男生他吃完他不希望牙齿硬，他希望你懂可以吗？有时候我们吃饭以后都马上吃这个，嘴巴不会有臭臭啊。哦，懂意思。会响啊。Jaws 不是会牙齿硬。Good for your jaw. Yeah, jaws. 下来会有力气。来，老板，第二样。姜黄啊。姜黄这里面哪个最黄？当然是这个了。啊，对，这个一定是姜黄。姜黄什么？癌症呢？真的？对啊，这个会 cure 癌症啊。对，癌症很好。啊，对对对。如果你哪里割到，你放那个，然后包起来，隔天都会好啊。小时候的时候，如果跌倒还是什么，妈妈都用这个，不是去找去看医生了？没有。是吗？真的有。对。那如果说被砍了一刀以后见骨，然后吃姜黄撒上去是，这样有用吗？这样还有用，这样应该没有用了。不要。我们喝牛奶里面放一些，然后就直接喝，隔天你就喝，健康。真的吗？对。Andy， 我们是当天就要变，隔天来不及了。姜黄的英文怎么讲 c h
turmeric。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意思跟故事，不是只有因为要做好吃，你要活很久嘛，你一定要吃对的东西。印度人是只一天吃两餐而已，所以其实我们外国人开始一天吃三餐，你吃两餐就够了。癌症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是人都一直吃，吃太多不对了啊，还在一直吃啊，晚上喝一个姜黄牛奶，姜黄牛奶，整天的身体都会干净一点。哦，回去喝姜黄牛奶，味道会不会怪怪？放那个 honey 啊，就不会啊，就不会了。印度的养生的逻辑，这个好，适合你。今天喝汤。重要的，重要的，这是姜花吧？这个不是那种特效，对不对？是你平常就要吃。对，一天吃五颗就够了，就够了。来来，再一个，这是第二样 ，cinnamon。我跟你讲，我随便闻就知道了，应该是。对啊 ，cinnamon。Yes， 肉桂。对，放在那个热茶里面呢、啊。对 ，cinnamon tea。但是你刚刚讲 cinnamon 放在热茶里面的眼睛稍微动了一下是什么意思 ？Is that good？ Yes, good. Cinnamon, sir. Is same？ 没，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可是也是 good， 也是 good。OK， 但什么 good 也搞不清楚了。再一个 ，clove， 丁香啊，你一直打的时候，整个碗就会变很热。它会释放热量。对啊，很热，所以你就整个碗就会变很热。真的、啊？烫到。对。No, absolutely not, right? Okay, I give you one hint. It's a brown powder. Like this, right? Yes, 对 yes, clove. 所以它也是可以放在牛奶里面吗？ No. 可是如果你牙齿断掉嘛，还是有那个流血嘛，放这里会很舒服啊。但是不会好。没有，也会好。也会好。OK， 也会好，真的。太神奇了！推荐给那些会武斗派的兄弟擦一下。对，他说不是擦一下，是放的。我们是不是也包了那个？就放的就 OK 了。这个四种是其中的四种，另外四种顺便也介绍一下，不要烤。Mango powder， 芒果粉。然后 black cardamom 就是黑豆蔻，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黑的又是什么 ？Kalonji 我们也可以放在饭里面啊，这个是味道也 OK 啊，可是不是咖喱里面的东西啊。咖喱里面是这个黑豆蔻跟那个绿豆蔻跟那个姜黄粉很重要。中间不是只有香料啊，香料的比例也很重要。你这个比例是你们家传的吗？还是你？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一直传下来的。对，这是听说传了100多年。对 ，That's cool。而且我听说老板在这边工作的人没有台湾人。厨师都是印度人，外仓是台湾人。为什么是厨师？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台湾人，我教一直教都没办法成功，因为印度厨师都知道这个东西是要放多少，放哪里。对嘛，因为他从小耳濡目染，习惯多少会习惯。主要是让你让观众了解一下说，印度料理的精髓就是从各种香料的比例的调和开始。其实我们如果是在印度买香料的话，那个香料的店的老板，他是不是对香料都非常了解？很了解，而且如果你去那边呢，你都一直会醋，他不会。然后他的身体是不是都很好？真的很好，对不对？真的，他从来不会感冒吧？对，没错吧？对，真的，我有听说是这样的。但是还是会得那个，你知道吗？喂，那个太新了，太新了。那这个就拜托老板让你在内场体验一下，慢慢会教他，也是要看人，真的是想要学嘛，真的是喜欢煮菜嘛。如果喜欢煮菜，想要学，我还是会教。那我们就开始实做喽，进厨房了。我看进厨房要学习了， yes, 好不好？ Yes. 那我们就开始真正进入怎么做印度菜 ，check it out。耶、yeah. ！今天谢谢你带我出来透透气，我心情好多了。没有你，我该怎么办？他每次都说只爱我一个，他每次都没有赚到，好像有你一直在我身边，稳定的支撑着我。下雨天了怎么办？是你说的哦，没让我淋湿。没错。你们刚刚看到的，正是我和他们的回忆。让我来。
Vortex 突破自我的全新设计，木曜演唱会专属元素限量换手防水透气轻量高机能，其余两用全新橡胶鞋底加高弹 EVA， 保持弹性轻量耐用与稳定度更加提升，酷炫百搭。Vortex， you're next。Chef Andy， hi。Now, do you prepare how to make a marlin soup? Yes, marlin soup. 所以你今天要教我是马铃薯烤饼。对，这是马铃薯泥啊，这个是 cheese， 然后这个乌鲁巴耶。然后这个姜黄粉，有一点辣椒，有盐，然后有 galangi， 然后所以烤饼跟甩饼是 different， 甩饼是在比较薄一点，在锅子上面做的，烤饼是在烤箱，印度的烤箱里面做的，哦，然后里面的温度是300度。啊，所以你像手要这样伸下去，300度，对。那老板如果台哥做一做不小心，掉进去会怎么样？阿哥，没关系，我会捡起来啊，我有办法，你有办法捡起来，我有办法。OK， 我觉得一天的主厨跟我们的 Chef Andy 来学这个烤饼。对，小明，我现在是要 cheese 跟马铃薯 mix together。OK。Mix together one， 你做一个小 ball。为什么我在揉马铃薯的时候，在揉的时候，那个手感会让我直接想吃，是为什么？And then this side, the longi the side 放这边，然后放一点水，它是有点油油的水啦，然后我们看这个马铃薯烤饼好了，水太多了，哦，酱太多了，中间最好是不要放，中间最好不要，你要吗？You want to try？ 阿哥，我的又吃多。怪的哟！我先慢慢关一点啊，多放里面。OK， 然后 ，Forcefully， 哦，好烫，手下不去，太烫。Try， 来，一二三 ，Go， 啊，对，来，好 ，OK， 哦。他做的烤饼，再做一个，再做一个，再做一个。陈勋，检查一下高度。我要做还是你要做？我做。一、二，我觉得你还是你。烤啪啪。会烫吗？很烫。会烫吗？给你一点呢。一、二、三。Easy。被他呛成这样，感觉不弄一下不行。没关系。Not that easy, you know? Yeah, not that easy. 可能要撒点水在身上。还是我帮你用一个那个冰袋，先用寒冰手。可以啊。Andy， 那台湾的食物哪一项你可以每天吃？有吗？我可以吃那个早餐嘛。哦，你可以早餐可以每天吃。早餐都每天吃啊。蛋饼啊。蛋饼啊，对啊。哦、然后常常去那个三坑吃臭豆腐。臭豆腐。你敢吃臭豆腐？我很喜欢吃啊。哇，很厉害，很厉害。然后辣味豆腐。辣味豆腐啊，好吃啊，那个好吃啊。韩冰长官。好。哦。一二。Good. Is that good? Good. Thank you. So maybe I think I have a talent for Indian cuisine. Yes, but not near my restaurant.
好，我跟你讲，烤饼呢勉强过关了，接下来学甩饼，好不好？甩饼 ，check it out, man. Yeah. 第一次烤饼 ，none. これは none. 何ですか？何です？何ですか？何です？じゃあこれ何ですか？何ですよ？バカ。烫很烫哦，你就知道你剥这个都烫。我刚刚是手怎么下去的？你讲啊。是啊，你不能这样算。怎么说？因为他在里面待五分钟。来来来，你那个算什么？为什么我一天到晚现在看到你就在那边搓一搓？你手为什么要放这里？因为肚子太大，遮一下，可以吗？来一下，来一下，来帮我试一块。你又怕高，又怕烫，怕黑，怕鬼，这怎么弄？是不是熟了？蛮好吃，是不是？嗯，那老板娘刚好在旁边，不如由老板娘亲自尝一下，对不对？那个我也会做烤饼。对对对，你敢这样子？哦，那你算厉害的，可以吗？熟吗？熟了。可以再熟一点。可以再熟一点。好，所以这是他的问题了，他太早拿出来了。因为可能比较小，所以比较厚。啊，这太厚了。比较厚就要久一点。他说实话是不是？他说还是。可以说实话吗？可以烫，可以烫点。可以啊，我们请你说实话。说实话，说实话。要说实话吗？说实话。我刚刚中午吃的那个比较好吃。第一次这样很厉害了，是的吗？对呀、啊。Andy， 你这样听到了啊？你刚刚烤的呢？太这个太不熟了啊。My fault， 第一次啊。OK 啊。吓我一跳，我刚以为他是比中指。第一次啊。太爽。Yes， 甩饼。我们要做甩饼 ，Andy 就是要甩，对不对？要甩，这个感觉一天很难学会，有机会吗？没有，可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有机会甩出来。OK， 甩饼我们要放多一点这个，第一次看我哈。OK， 甩饼中间要包，然后旁边要包更多，开始甩。Andy， 有一个问题，请问你，我们上次跟两个台湾的朋友吃饭，他们叫动力火车，他们说甩饼吃起来咸咸的，因为它都沾到你手上的汗，是真的吗？没有，开玩笑的。可是如果你要咸一点，也可以做这个。甩饼，哇！好，Go！ 然后 put here， 啊，然后呢，转，再转 ，not like this， like this。He is dancing。No。你教我你的动作，你跳的，啊。然后呢？然后呢？OK， 再来。如果不会帅就可以，你可以拉来这样，这样子可以拉，这样子可以拉。Good job. 还没走。第一次做 good job。Pick up and then put it there. Wait a minute. Yeah. Woohoo! Yes. Good. 大哥，你甩饼你会不会想再练一张？可以啊，我可以再练一个。像你看这个幕布哈。Yeah.这个是在这边嘛哈，你要这个转回来不同的地方，啊哈，这个是转啊 ，try 转，对，转，你再试一个，试一块真的，可以，再试一个真的，可以，耶，转，这个手要离一点，离气啊。可是我弄了半天怎么没有变大？用力一点，然后你也可以
搭一次啊，啊，对，这样也可以搭，菜会变大 ，OK。Good, beautiful. Yes, good. 然后再拉就会变圆了。Yes. Thank you. Yes. 两个手，对。OK. 哇！哇！漂亮。Good. 来，孟哲吃一下。不敢吃是不是？没有。我要吃，我甩成这样。感觉感觉汗水的味道。蛮咸。没有了，没有。好吃，好吃。你也会讲一点印度文？很基本的几个字，因为他们的发音都很卷的嘛，很卷舌，很难学。所以开始的时候你们是用英文吗？英文对。然后他们说中文不太好，后来现在越来越好。他会说印度的 f**k you 乱讲，印度的脏话怎么讲？哎，我好像会。就可是去那个法国的时候，他们说中文就是房租。印度文的你我他怎么样？不一样，像你呀、啊，比我大嘛，我会说 up， 比我小，我说 do， 跟我一样的说 dum， up， do。动有敬语啊，很有敬语，但也有谦虚讲自己我怎么样怎么样。如果第一点是 man， 如果我是哦一个老大，我是会说 am。印度有二三十种官方语言。对呀、啊。官方的。对呀、啊。所以南部北部的人讲话听不懂。听不懂啊。互相听不懂。太厉害。印度那边那个路边的那个卖简单的东西的人，一个月可以赚台币十几万、啊。你说路边摊？啊，人太多了，卖三明治而已啊。刚才。如果你们去那边，一定会拉肚子的，因为大家都永寿嘛，所以一定会拉肚子的。可是第四天以后，你什么都是吃，都是没有拉肚子。你去也是这样吗？可是我不会耶，他会拉肚子，我自己。你会拉肚子？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在变台湾人了。今天的工商时间，生活中怎么可以没有它呢？ Change Fit 韩国代餐，轻盈饱足，让你的美好生活很简单。木曜专属优惠码，请看资讯栏。现在呢，我们要来学的是 curry。curry 其实我们一般在餐厅里面的，我们都有加一些 gravy 在里面。Yeah, 那这个汤有什么特色呢？动作要一直要炒，要炒什么东西在里面呢？洋葱、洋葱、番茄、姜丝，还有那个蒜。哦。要一直炒那个酱汁、啊，一直炒变泥啊，变成泥啊，变成泥啊，是那个可以那个要加入 gravy base， 那 gravy base 里面有没有什么高汤呢？没有骨头汤都没有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般家庭的应该都是以干料理为主吧？干的也有，还是比较细一点的咖喱、啊、也是有啊，也是有，也是有。所以今天我教你是一个简单的在家里三四个人吃的咖喱、啊、OK。自然跳舞的时候放一点酸，然后就放一点姜，再炒，炒到这个洋葱变那个金色，然后呢，如果我酱拿一点，大概 2g。这样就 2g， how do you know？ My hand， I can tell， but you get 4g。这个是我的秘密香料，里面有那个八种的香料，祖传的香料， right？ 对。
再放一半的 water， 收锅以前再放一半哈。Mutton masala， 老师，我现在就按照您刚刚教的。OK，OK，OK，Let me try this. Thanks. Here you go.哦、oh, ，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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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刚好。洋葱可以这个一半。洋葱我们还看得到，对不对？对，番茄我们还会看得到，对不对？对。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煮，一直煮，就煮到看不到，就看不到了，看不到就变那个 gravy 了。但是这个也好吃啊，好吃哦，那个也好吃、啊。对，而且 gravy 是今天吃的好吃，明天吃的更好吃。哎，因为香料的味道慢慢释放出来，就出来。对，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到，你要一点细细的可以，你要干干的可以。可是你要先看味道，你的盐巴是够不够？如果你觉得够，就不要放。OK 吗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light, but I like it. Light, it's light, so it's okay. If you think you it's light, more, no, 这个我们可以调整 adjust。对 ，OK。但是香料的味道已经有出来了。对，香料有啊，香料的味道就是咸味，可能 maybe a little bit light, yes.Oh ye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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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感觉上好像差不多，但是等一下我们请他们评判一下。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刚刚 Andy 做了一份，然后台哥做了一份，然后我试试看看吃不吃得出差异。这个是公正的哈，对，公正，没有死炸的。Thank you. 非常好吃。这是台哥做的。对吗？你知道？不是，我现在问你，因为这个特别好吃，比这个更好吃。你怎么会知道？你刚才吃这个时候，哇靠，这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然后你做的，这哪个做的？这是哪个做的？哎，那什么东西？你怎么？那什么东西？你先怎么？我跟你讲，这比较淡。我想，因为他可能跟我太熟了。你叫一个，就是平常比较可以的。紫长酱，紫长酱这么红啊？这是哪一个？不是，红啊！所以我已经跟老师已经难分上下，至少你瞒得过一般的顾客。其实你做的比较符合你自己的口味，比较鲜，比较淡，然后老师的就是维持。高水准，你如果一定要我选，我是老师的。哎，我也是吃老师。好了，要那个水中奶茶了吧？印度奶茶 ，check。老师现在要来教我怎么做奶茶，香料奶茶。香料奶茶啊，这是不是拉茶呢？差不多，对啊。差不多拉茶。这拉就有拉茶，一直煮就香料奶茶。对，但是这个拉茶到底它的意思为什么要拉？还是只是炫技？泡泡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啦。老师示范一下。所以我们的这个奶茶里面要做大概四种的香料。最后呢，我想问一个问题。所以 Andy 老师，印度所有的料理都是从香料变化出来的，是吗？对对对对，我没有例外的。没有。那但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台哥活到107岁挂了以后，我们要送他嘛？火化的时候会加一点香料吗？也是啊，也有真的、啊、也是啊。我不是我靠，我乱讲的、啊。像我们火啊，拜拜的时候火里面也是放有一些香料啊，还是。好的那个 aura 就会那个 insects 啊，什么都没有啊，比较香啊，比较漂亮。Okay, okay.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跟香料有关。对，你可以说这样子。这是绿豆蔻。绿豆蔻。And this fennel。啊 ，cinnamon。cinnamon。然后呢 ，chunks。所以，我先放这个 fennel， 然后一点绿豆蔻。
我要里面绿豆蔻的 seed， 因为绿豆蔻的 seed 很香很凉。哦，原来他做一杯这个奶茶这么麻烦。这个量是我 just one cup， five cup， five cup， yeah， OK， five cup， five cup， 所以 one。2, 3, 4, 5. This is 5 cups. How do you know? Experience. 两百年之前我们没有用牛奶，后来英国人来了，他们说，哦，你们喝这个香料茶，你们可以放一点牛奶，okay. 就变那个印度奶茶嘛。印度奶茶。可是两百年以前我们喝的奶茶才是对的奶茶，不要喝牛奶，不要喝牛奶。这个喝完明天都睡不着 ，energy 很多。这是可以说印度的 Red Bull， 印度 Red Bull 真假的？印度的 Red Bull 是印度奶茶，哇，喝品太厉害。Okay. So we can drink some yes. tea. Yeah. You check first and tell me the okay. sugar is okay or no. If no, okay, then I'll put try. Some more sugar. Come on, come on. Perfect. 大家都可以喝啊。印度会干杯吗 ？Cheers. Cheers. Okay. 没叫卖。来，我们再做一个甜点。甜甜最后一项，做一个小点心，因为吃完饭以后可能需要一些饭后小点。有了一杯 tea， you have an dessert， yeah， 这个是全麦饭做的一个干的饼，这个我会炸，我炸的时候它会蓬起来，蓬起来会变一个球，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分开的东西，然后我都准备它的量，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要炸这个 ，OK。你以前来的时候，你有想过你会 stay here？ 没有想过。你是想说读完书你可能就要回去了？对。然后看到这边的美女，就卡住了。像比方说，你娶了一个台湾的太太，对，你回去介绍你的朋友说，哎 ，she's my wife， 他们会觉得很羡慕你 ，jealous。来，先大家一个看看啦。这个先要休息十分钟 ，OK。那我们做别的项目 ，OK、yeah。我们那个叫什么 ？Bully， Bully， 那个就叫 Bully。Yeah， now、okay. we are going to make a funny Bully sauce， 哈、yeah， funny sauce， yes， funny sauce， Bully sauce， funny sauce。这个是黑眼，黑眼，黑眼。这个是我做的酱，里面是薄荷、芒果饭 ，and another 两种的香料。两种香料，嗯 ，You cannot。那个是不可以给你 no recipe 啊！摇一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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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一摇。然后呢，放一点辣椒粉。甜点放辣椒粉，嗯，这个算是在印度很 popular 的一种点心吗？很 popular 啊，女生喜欢比较多，是吗？女生很爱。这个也算是一个街头的小吃吗？对对对。哦。然后这个是罗旺子，罗旺子。这个东西是冰的，不是热的。啊，这是冷冰的吃啊。看一下味道。嗯 ，OK。放一点马铃薯 ，one spoon of this， and then you eat in one bite. It's so amazing, you know? Try. Okay. Try. Yeah. How can I say that? Because it's
rather sweet, you know. It's an appetizer. Appetizer. It's an appetizer. Appetizer. 味道重一点，比较好吃。辣哦，来阿亮。我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就是。是一个我们没有这样子做过跟吃过的味道，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我如果吃五个，今天一定拉肚子。I don't think so。为什么有拉肚子？那印度的水不干净。哦，这里就 OK 了，这里就 OK 了。五个今天一定拉肚子。I don't think so。不会，为什么有拉肚子？因为人跟印度的水不干净。你不喜欢吗？你不觉得有点泰国菜的感觉？嗯，你可以当墨鱼。对嘛，我也可以。负责过来。哇，吓掉，一口，不是喝哦，是整颗吃哦。要吃，整颗。哇，它有一个。不用怕了。好吃啊。因为你的是那个 everything is secret everything， 它有秘籍在里面。哎，奇怪，你们的反应跟我好酸哦，都很怕。一口。街边小吃，他们第一次吃到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很常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这一种，第一次吃到。然后他们会觉得，不能看在别人的那个桌子。我觉得蛮好吃的。知道味道，你有跟他讲味道？味道很好，可是它太多。你不觉得很像我们吃泰国菜的？我们吃泰国菜，然后吃完之后意犹未尽，会喝一点它的汁，就是这种感觉。台湾人第一次吃到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觉得哇？这是什么？会这样子吗？啊，我有。然后他会问你，对不对？对。但他们知不知道会辣？辣是我先做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吃辣。啊 ，Thank you。在印度也是这样吗？对啊。就是水吗？嗯，印度一个大锅子里面呢、啊，有一个人就蹦，另外一个放，然后那个整个都是去那个水里面，这样捞上来。对，这样子的。对。哎、欸，我觉得我跟老师这样聊聊以后，我突然间想去印度观光，怎么这样？我也会起这个念头。会起这个念头。想着蛮好哇。Good， 好 ，Good show， 来，台哥，今天这样子，从早上哈，烤饼、甩饼、咖喱、奶茶，刚刚这个你也都学了，那时候到了，稍微小考试一下，五个你全部做一次，然后我们这边所有的同仁会给你一个评价。可以，但是我跟你讲 ，Andy 老师不可以在里面，但是我们要请那位厨助，我们的 Assistant Chef 进来。你还是把它维持在路上啊？因为我知道 assistant chef 呢，他中文只会一点点，然后他英文也只会一点点，所以我们还要用印度文来沟通，他是没有办法跟我做 pass 的。OK，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Chef Manoji， Manoji 上呢，他要帮助我，但他不可以给我任何提醒，他只能说 if I wrong， 他就if I right， it's a hint， OK。我跟你讲，我对你有信心。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东西都在你的专业范围内。现在呢，我现在先是要，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怎样子的呢？一开始我们要先把一个 dough，we have dough， is dough， OK dough。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放一些香料。有一些香料放进去。Chef, yes. I have to put some spices here, right? Yes. So, this one? Yeah, turmeric little. And chili, chili little? Yeah. 外场传出说你问太多这样的声音了。不是，我现在是说，我问他，我这样子可不可以？他说 ，Yeah, OK.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一天就学会了。讲真的。因为我的命宫里面好像有一个是天什么来的，以吃饭来讲是天什么？天饭？不是天饭，再添一碗饭。反正就是有一个星命宫天饭星，有个天什么星是属于天厨啊？啊，对，就是天厨。我觉得你这快点讲啊！我是天厨啊。You know I have a 天厨星 in my destiny, so I can cook。不要再搞他了。Yeah, yeah.等，等。
可以。没有韩秘长是不行哎。Good。马达马沙拉 ，OK， 马达马沙拉，马达马沙拉 ，Yes， Here。Then put some garlic. Yeah, some garlic. Matam masala done. Tea. Okay. Add first. 绿豆蔻. Cinnamon. Right now? No. Later. No. Later. Okay. 1, 2, 3.4, 5. I want to put some little bit spicy chili. What do you say? Do you like it? Put some chili? No. One, 2, 3, 4. Thank you, chef. Thank you. Thank you. 好的，各位，这个眼前的是我们 Andy 老师的整个团队。耶，来，我们凑成了九个人的评审团。现在可以开始呀、啊！可以开始，可以开始。其实 chef 刚 chef 还是跟我谈笑，他现在完全很 serious。哎呀，你这拆开来看，我觉得这个 feeling 很好。Really? Yeah. Wow. Thank you. 我觉得你有机会了，因为我觉得他们都笑了很多。到底这个笑是幸福的笑还是耻笑？不是 ，good， 真的很软，很软，对，嗯，好吃。Thank you。好像会过尾，糟糕。会吗？等下投票的时候我是要躲起来吗？还是没有啊？直接站着面对吗？直接面对。Arun, can you translate it? This is from Nanpu, so you can understand. Oh, that's right. Masala da pili, is ni fang da hai si ta fang da? Ta so ta fang da. Okay. Pili is 差不多一样啊，我放的。Oh.稍微一点一点啊，煮菜的时候我们看温度嘛，稍微一点一点可以说有差别，可是东西是好吃哦，那这样好不好？Okay. 你要请那个 Andy 老师帮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你这个整套哈、哦，平均上过关的，
就取个手。等一下，我们还没喝奶茶。奶茶，哦，很熟哦。你要来不是应该的，最后挂在奶茶，全部没过。气氛突然整个凝重起来了。学弟，好了吗？是好多吃一个玛莎拉的味道。啊，对啊，玛莎拉那个不一样的玛莎拉。今天我叫的是不一样的奶茶。哦，嗯，难怪。这个是我们家里的玛莎拉。Oh, of course. Yeah. OK， 我觉得你是 out of 199。真的假的？真的。呜。那大家觉得呢？ Everybody think what he cook is okay? Okay. Raise hand. Oh my god! I raise two hands. $99.99 Thank you so much. Really $99. Appreciate. Because you know why? The thing is, when you really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yeah, you can do it in first time. Oh. But when you are just doing only for money or for the job, yep, you will take 1 year to learn. Oh, nice. Because I have passion. Yes, yes, right. Yes. Yeah. 能够得到 chef 这样赞美，我觉得非常开心。其实我这个对印度教里面很多的神明都很尊敬，比方说这个象鼻财神，还有很多印度的这个女神，而且很多的故事。一日印度料理成功。Yes. Yes. Yes.并且开启小铃铛，还有要记得关注我们每个人的 IG 哦。哎，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频道，有很多每个人都有 IG， 要关注哦，关注哦，订阅哦。等一下，没有你。哎，不是你不要这样排挤昆达好不好？不，好不好？是没有你，没有我。哎，订起来，订起来，订阅，订起来，订阅，订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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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